我以为这不是海拔，这里两千多，这是六千多公尺，没办法呼吸了。嗯，我们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围篱出去之后呢，就是我们的林务局的一个地这样子。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范老板家的地这样子。那也跟各位贵宾报告，就是等一下我们去走的野马看山，基本上来讲它是没有受过人工的干扰。我们走的地方是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只有两个好汉坡，那两个好汉坡最长的50公尺，最短的30公尺就走完了哈。然后但是全部都走在树根上面，它是一个我们刚刚说的散步在树根上面的一个行程。也跟各位朋友报告一下，就是你走的这个环境呢，基本上大家都在腐殖层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你踩在这上面，你会觉得踩在地毯上的一个感觉，这样子非常的舒服。这段路，然后我们全程绕完，基本上才1.8公里。可是因为你的领队太爱讲，所以大概在走完要2个小时这样。领队要走，讲完要走完要2个小时，所以我们不会让各位觉得太喘这样子。那但是拜托各位一件事情，就是请你无论如何跟着我的脚步走，因为我们比较熟悉，有些地方会滑。因为它就是没有，它不是只有做了木栈道这样子，所以那个拜托就是跟着前面的那个人的脚步走，这样比较安全这样子。那也跟各位贵宾报告，就是这个地方比较有趣，就是它绑着绳子，然后我们它是从1走到40，可是我们今天就1走到40，到时候就会这样绕回来，绕一个圈，它是有点像口袋型的形状，这样绕一个圈绕回来这样子。好，那原则上我们是11:30的午餐，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准备走喽。这一颗是木荷，木头的木，荷兰的荷，然后它有毒，然后但是它中海拔很常见的一个植物这样子哈。那也来跟各位朋友说，在这个地方除了木荷之外的植物之外，其实你有机会看到壳斗科的植物。什么叫做壳斗科？就是果实有壳也有斗，就叫壳斗科。这个环境里面有很多大叶石栎这样子哈。那壳斗科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这个果实。下面有一个斗接住它，果实有一个壳，就我们喜欢吃的板栗，就我们喜欢吃的糖炒栗子，就是壳斗科的植物。那这个环境就是壳斗科的环境。那一定要跟各位朋友报告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毒吗？这个可以吃啊，这个可以吃。这个叫做小溪式石栎，小溪式，小大小的小溪边的溪，石头的石，小溪式。小溪是日本的一个植物学家，当时他在台湾发现的这个植物者，那个是木荷，你现在捡到那个是木荷，有毒啊，哈，等一下，有毒啊！这个有拍到吗？有，这个好精彩！来跟各位朋友说，我做下播而已啦。马上有戏剧性的表演出。啊，两家配合不？这你配合，你真情流露。你要是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樱花？你看它上面有一条一条一条的线，这个都是樱花的一个特征。这个我们称它叫做皮孔。皮肤的皮，然后毛孔的孔，皮孔。你只要看到皮孔有皮孔的植物的话，你大概就不用怀疑它就是樱花这样子哈。那也来跟各位朋友报告，就刚刚一直讲说这个叫壳斗科的环境嘛。那来这颗叫做小溪是实力，对不对哈？那最重好，谢谢。这个没煮啊？这个可以吃哦，这个可以吃哦。那要烤哈，那现在再来吃吧。那要记得要烤熟，要烤熟。姓氏是哪个氏？就姓氏的氏。啊，我们先来讲一下，像那个像我们每次来讲说，所有的植物的长那个繁衍，它的好吃，它的什么东西，它绝对不是给人吃的，而是它为了要活命，而是它为了要活命。那讲就讲一件事情，就是像我们喜欢吃板栗，对不对？我们喜欢吃糖炒栗子嘛，哈，糖炒栗子也是蝌蚪科的植物，它最常被我们拿来使用这样子。可是板栗的好吃也不是给人吃的，它是要给谁吃？给松鼠。然后最好玩，你现在看这个环境，这个是蝌蚪科的环境，你想象一下。件事情哦，就有些更茂密的蝌蚪科环境，种子掉落下来之后，它的妈妈的脚下面可能都已经长满植物，而且这个地方阴暗潮湿，它就很难有机会活命，对不对？
他为了要活命，他就做一件事情哦，就让自己繁衍演化到很好吃的，很好吃给谁吃？就是一定要有人吃我嘛，我才能才有机会到。他演那他给谁？给松鼠吃这样子。你知道松鼠非常非常好玩。他在到秋冬的时候，到靠近冬天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收藏果实这个习惯，免得他要过冬嘛。你知道他就干件事情，他又没有口袋，然后又没有塑胶袋，你知道？他就假如他跳到这颗的那个大叶石里，哦。是是是是是，然后呢，然后就吃完之后，然后就再继续摘，然后就把它藏在这个腮帮子里面，藏在这腮帮子里面了。然后，咚，发现这一颗的小心石粒那更好吃，它就立刻从树上下来，然后找个地方，然后挖个洞把它埋起来。埋起来之后呢，然后就看继续，然后再藏到这边，然后再看到另外一个，哦，那颗更好吃，然后它又这样子。然后这种蝌蚪科植物就利用松鼠的健忘，你知道吗？因为松鼠都告诉自己说，我等一下回到家之后呢，然后我要回来再把我刚刚埋的地方把它捞回去。它埋了十个地方，它能够想得到三个叫阿弥陀佛这样子。它更多时候是忘光光这样。然后它更多时候，它跟我同类，它跟我同类这样哈。然后呢，它就是利用松鼠的健忘，让它的小孩有机会可以活命。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植物，这样子啊，就是刚刚我就讲说那个蝌蚪科的植物，就是它的果皮外面有皮，然后下面有个斗。知道那个，它会这样子。哎，那个就是演化。像很多植物就是我跟你，我为了活命，然后我发现我跟你有共同的一个态度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共同演化。那很多的植物就是我演化。植物是没有生命的。对，它就是那个我们这个称它叫做这个叫做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啊，叫做我会又忘记了专有名词叫做共同演化，就共同演化，就变成跟松鼠一样。我变得让我让我自己越来越好吃，让你喜欢我这样子，然后就利用你这样子，他就活活命斑马。哎，不叫共生，我忽然间忘记了名字，我想忘记忘记就想想想想住了，变成一个松鼠。刚刚一样啊，是这样的。你是说樱花？对，这一个樱花。好，来，这颗先给你。哦，对了，这个叫厚大补实力。厚大补实力，这个比较对，厚大补实力，这个是比较不容易买得到的。厚大补就是那个厚里的厚，然后大小的大，厚大补实力，就从厚里到分厚。没有啦，这买的。这颗比较贵，这颗要陀螺。我以为你捡到的。然后再一颗送。像陀螺。OK， 我先捞到什么送什么。好。那等一下把我钥匙捞给你。是我分给你的，没有现金不借。我两颗。然后这颗也是小溪石石粒，小溪成长。给你啊，不用了，开玩笑。这个小溪石石粒，我要看看我拉到最大的。啊，到底是？好，来，这忘记养，我只是，这个就是樱花，这个是山樱花。然后最好玩就是一直在讲嘛，树干上面有鼻孔的哈，你都会大方的猜它是樱花。它最好玩是它连树根这个地方都有哦，这树根上面有，这是会被人踩到几乎平的。嘿，这个是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它是长在北国的一个植物，然后那个大雪纷飞的时候，它其实始终要活命，所以它就演化让自己有旁边还有皮肤上面可以呼吸，啊，用那个皮肤的皮，然后毛孔的孔，鼻孔，这用来呼吸用的哈。我看樱花都没长那么高。为什么要长那么高？为什么要长那么高？它就是它是对叫争光效应，没错，它就为了要抢阳光，如果它没有阳光，它就活不了。我刚要，所以它就没有那么粗。对，没错，说的好，被逼的。下次我就要这样讲，它被逼的。这种森林散发出来的芬多精对上呼吸道非常非常好哦，哈。讲完了，你看到它表示这个地方是红块跟扁柏的生长环境，看到它就可以看得。然后你看到像现在被伐木砍下来的，这个大概都是红块这样子哈。其实这边的红块最多大概就是国民政府砍的。关务这个地方的砍伐是日本人比较没有足迹比较没有踏到这边来，关务这边最多的是国民政府进到台湾的一个伐木这样子啦哈。那等一下我们会进到有一大片，大家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树那个树树墩这样子，那都是过去见证过去伐木的一个状况。那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砍了木头之后，然后要种很多很多的这种日本柳杉。这个日本柳杉呢，是日本在台湾的时候，把这个植物从日本带进到台湾来试种，在哪边试种成功？在我们现在的溪头试种成功以后，才到处推广。那一样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全台湾最大的地主是谁？绝对不是台糖哈，也不是台凤，各位猜猜看是谁？林务局，也不是林务局，不是台大，答对了。
台湾有1%的土地是台大的，然后只是台大也不知道它在哪里这样而已。就日本撤退之后嘛，日本撤退之后把很多的产权交给台大这样子，就台那时候的台大是帝国大学嘛。那其实每次跟人家讲说日本在台湾之后，常常讲说日本政府跟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态度非常非常不相同，是什么？台湾是他的第一个殖民地，他是甲午战争的时候，然后合法取得台湾的，一定要讲，他一定要强调他是合法取得台湾，就是他是签约之后拿到台湾的嘛，哈，然后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要离开台湾。那后来50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在台湾50年之后，然后他就必须要离开台湾这样子。那也跟各位国民报告一件事情，50年之后国民政府进到台湾之后，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就是台湾的历史，但没有对错。一定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国民政府进到台湾之后，他对台湾态度就是有一天我要反攻大陆，有一天我要回去，所以台湾是他的跳板。然后这个我们的国民政府是从来没想过他回不去的，就是两任政府对台湾态度非常非常不相同。怎么个不相同法？日本他觉得他要在这个地方长治久安，他要在这个地方拿取台湾很多的经济利益。过去的那个年代里面哦，台湾哦，的糖、台湾的茶叶、台湾的林业、台湾的樟脑这四种，就它就可以养活整个日本哦，就那全盛时期它就可以养活一个日本这样子，就意思说台湾地下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台湾地下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所以那时候有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一个概念这样子，那他又要拿台湾的资源，他就一定要好好建设台湾，所以更重要一件事情，他觉得台湾这个地方他要长治久安。所以他在那个年代，他在台湾砍红块扁柏的时候，他是一边砍一边种哦，他是一边砍一边种，然后把他们认为最好的植物，就是他们的日本柳杉，然后带进台湾来，然后种成功之后，只是千想万想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算你试种成功，都不代表你这个植物可以在台湾活得好好的，因为这个植物哈，然后被锯下来之后，它中间的心材受到台湾在这块土地自由地的极限这样的，因为台湾是那个台湾的板块运动翻搅的非常严重，就很多的地底下面的一些细菌，然后被翻搅出来这样子，然后让这个植物受到腐根菌的影响，所以常常说要把中间心材中空，要不然就是中间心材变黑，经济价值远远不像在日本这么高。他在日本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经济材，他可以造船，可以盖房子，可以做很多很多的用途。可是在台湾它涨的速度又太快，快到那种基本上来讲它的心材不够坚硬，所以它的经济价值就没有那么高。可是它那时候因为这个品种进到台湾之后，然后就又在台湾被广种，然后现在在台湾最大的好处就是替台湾做水土保持，然后它散发出来的芬多精，因为它是松山柏，散发出来芬多精对上呼吸道非常非常好。这个植物的现在你看到这个日本柳杉这样的一个环境，等一下我们进到里面去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这边真的要好好的大口深呼吸这样哈。所以在讲了半天，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地方就是应该是红太平洋的一个生长环境，然后可是你看到的更多的是我们的日本柳杉，它就是跟那段的历史有关系。好，那我们就慢慢往前走了哈。然后这个水管麻烦各位就尽量不要踩到，这是进农场的饮用水。昨天各位泡茶的有没有发现那个这个水泡茶泡出来茶很好喝，就是我们家有司机非常无聊，每次只要上山的时候他就打电话问我说，哎，秋生姐，请问一下今天有多少客人，我如果跟他说满座他就认命，如果没有满座他就带一瓶的一堆的空罐子上来装水这样子。手机公孙在 ，OK OK， 困难在。好，我们来这边说一个故事给各位朋友听哈。好，其实台湾有最重要的两种块木，一个是台湾扁柏，另外一个是台湾红块。扁柏跟红块这两种植物，其实它珍贵在哪里？全世界昨天在车上讲，全世界只有6种块木，台湾有2种这样子啊。我们台湾的扁柏是第一名的块木，为什么？为第一名的概念是什么？就它经济价值最高。因为它的树干非常笔直，然后中间的心材又坚密，然后又它又比红块便
亲的非常非常多。可是呢，如果站在演化学的概念来讲，台湾红块的价值远远超过扁柏，是因为它是台湾的特有种。红块是台湾特有种，那你说台湾扁柏是什么？台湾扁柏是从日本演化过来的黄块黄柏演化过来的一个植物。一直在讲说在红冰河时期的时候，台湾海峡没有水，很多古老的生物，很多古老的动物那时候进到台湾来。红块扁柏为什么会生活在台湾？一个最大最大原因是什么哈？因为这个植物呢只能活在海拔1200以上的环境，然后高度每上升100公尺，温度会下降0.6度。换句话说，这1000的话，就换句话说，它的温度会比平地然后低到六到十度，甚至更多的样子。那讲了半天的意思是说，这个植物呢，只能活在寒冷的冷的一个环境之中。那台湾为什么可以有它？是因为，台湾的高山非常的多，台湾超过3000的大山就很多嘛，然后超过2000的大山就很适合它生活。你知道红块扁柏有多么令人讨厌吗？怎么个讨厌法？它要长在什么样？它要长在那种极度干燥的环境，一个极度潮湿的环境。然后呢？然后这个非常相反的环境之中哈，然后我们台湾拥有这样的环境，来跟偷偷跟各位朋友说一件事情，来有奖真打赞的，好，来掐门几的哈，红块跟扁柏每一年哦，它每一年可以生产下多少个种子？猜得到？我看我来捞一颗，我记得我还有颗，太难了，随便猜啊，不用客气，随便猜，500，再加20000，再加20颗还是20颗啊？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快，成长不够，没有那么快。2万再加，2万还要再加你10万，5万，再加10万，再加20，50，哎，50猜过了吗？不要扣这一颗。每一年可以产下50到100万颗。好，每一年可以产下50到100万。就是这个，哎，没有，是个，这个就不是，够了。这个叫松木，这个叫松木，然后它的果实非常可爱吧？你看它是豆荚的，然后这个是我很喜欢的。这是什么？苏州的苏，木头的木，苏木。这个有没有毒？苏木，苏州的苏木。但你也不要没事来啃啊。我们来讲一下红块跟扁柏这个植物。你看它在这种情况下面哦，它每一年可以产下这么多的种子，可是它没有到处都红块扁柏啊。对，你知道为什么？各位，如果你要是去西兰，你要是去阿里山，然后或者是你去到太平山，然后被砍下木头，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们都共同的特色，看不亏，然后都脚张开的，然后呢，大家相信他去，还好对，然后收拾，大家都这样子。为什么你知道吗？就听话，但超听话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像最大原因是那个800000颗的种子，100万颗种子掉落下来的时候，刚刚好地板上要有一个倒木，这个倒木呢，它要掉在这种极度干燥的一个环境。可是极度干燥环境它发不了芽。可是台湾就是每一天下午到2点的时候，太平洋水汽上升，然后被风吹过来的时候，就撞到山，然后就形成了大雾。在那种湿度超过89时候，它就快速的发芽。发芽之后，它要跨过它的基束组，然后爬到这两侧来。然后，所以它就有一天，它的基束组有一天就是烂掉嘛，所以就变成一个中空，脚下中空的一个状态。红块跟扁柏共同常常看到，尤其是红块最明显看到这样的特征，这样子哦。那红块跟扁柏在台湾之所以这么稀奇、这么稀罕，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它非常的稀少，但在全世界上它有非常独特的一个角色，这样子。那现在各位做的这一颗就是红块，可是你看这红块砍下来，这也不过才几十年就烂成这个样子。红块之所以哈，红块跟扁柏这样的一个植物，各位如果你要是有曾经去过什么罗东林业园区啊，你就发现它过去那个时候日本在台湾砍伐浮木的时候，然后砍下去，你在老照片可以看得到，就是木头泡在水里面的时候，常常会没事还叫人家走上去走一走。为什么要上去走一走？是因为要让它翻身呐、啊，要让它翻身。因为木头如果像这种红块扁柏，它含的精油含量很高，你如果没有泡在水里面的话，它的那个它就很快在环境之中，然后就腐烂掉。可是你泡在水里面，它精油就会慢慢散发出来，然后形成了一个保护层这样子。所以红块跟扁柏，如果你没处理，大概几年就会变成现在各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哈。那也跟各位朋友报告一件事情，像我们在阿里山看到的香林神木，我们看到千岁块，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大神木，甚至于我们看到司马库斯的那个丫都是红块。那这些大的红块，然后在日本砍伐过，国民政府砍伐之后，为什么还能够被留下来？我们常常跟客人讲说，我们要说两种，一个哈就是非常有用的人，然后因为我非常有用到那种，你一定要靠着我，所以我才是用我。像我们很多地方看到的那个，在路边就一大块一大根的那个。
什么红块呀、饼窝，然后没有被被砍掉，就是它就是过去当成人家当成做流笼的那个居住点，就是在那边拉一个三角点，然后把木头运下去，这是极度有用的。那我们的香林神木，它叫做极度无用，因为它中间心材全部中空，然后中间心材全部中空，然后它没有经济价值，所以被留下来。所以那时候我们说它符合老子所说的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所以它因为它没有经济价值，所以被留下来的一个概念。那也跟各位贵宾报告一件事情，红块这个植物，它一直在讲它台湾特有种的一个植物，它站在植物学的角度来讲，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植物。那它很麻烦一件事情，就是它大概在500岁左右的时候，大概到300、500的时候，它就会受到林根菌跟蒲根菌的影响，造成它的中间心材中空。那每次以前我们那时候在上课，教授常常跟我们讲，他说，我们台湾可以保留的整个东南亚最完整的一块木群，要感谢谁呢？要感谢太阳。泰雅族人他们有一个传说叫做树生人，他们祖先从大树上面下来，然后他们有大树下来以后，然后繁衍了他后代子孙，所以他不能让别人砍。所以过去那个时候日本在过去要砍太平山都受到了泰雅族人非常剧烈的抵抗这样子。那你知道日本人用三面包抄的方法，因为他在宜兰那个地方嘛，然后有从宜兰过去的，有从桃园那边过来的，然后有从台中那边过来，让三面包抄，然后把山头攻下来，然后他们就讲说万世太平，就开始研发我们说台湾的第三大林场太平山林场。那过去那个年代里面哦，就因为泰雅族人的剧烈反抗，然后所以我们有保留的一大块。那也跟各位朋友说一件事情，你知道日本人当时就是砍太平山的林场的时候呢，他打算要砍八十，结果呢他在台湾前前后后才能砍几年，然后后来就战败走。然后比较悲催的一件事情就是国民政府进到台湾，太平山就被砍，几乎被砍完，因为电锯发力，然后在快速的情况下，然后整个的太平山的林场下就被砍掉了。这个是台湾森林的悲歌了，我一直觉得那台湾森林的悲歌，就是说这些当时在伐木的过程呢，日本人在台湾他是一边砍一边种，而且不准人家刨树根，不准刨树根哦，就是因为树根有机会长出所谓的恶概念，然后它的树根本身可以保护这周围的环境。那可是国民政府在当时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就是我台湾只是我的跳板，有一天我要离开台湾嘛，然后他们那时候就反正就烂垦的状况就非常非常严重，然后就造成了一件事情，就是太平山下来不是的南洋溪吗？南洋溪我们在一些老照片里面看到，就是以前日本在台湾的时候，他们利用牛斗那个地方哦，然后就把砍下来的木头放在那边，然后它的等到木头的量一定够的时候，然后就把栅栏打开，让那个木头跟着河流，然后到圆山的把港地，加港地哈。然后可是现在的南洋溪现在就是标准的冬天种高丽菜，夏天种西瓜，对吧？中间只剩一条小小的河。这个就是太平山烂砍的水土保持的破坏的一个大的一个状态，这就前后才有100年，就整个的地图就完全不能见到。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在那个年代里面，在台湾在很瞬间，然后进来这么多人的时候，他伐木是最快的方法让他拿到钱的方式，这个就只能说他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只能说它是台湾历史的部分，没有对策。还是讲，我们讲所有的故事，它都是没有对策，它就是因为台湾历史的部分。我站在这里很想讲一个人的故事，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叫王永庆。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王永庆跟王永赞是台湾最大的山老鼠，有听过这个说法？这一定要替他平反哈、哦！跟各位朋友说，台湾到民国80年才全面禁砍，你只能说他们兄弟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参与了台湾的伐木。然后可是王永庆跟王永赞这个两兄弟。我们读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非常敬佩他们，他们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这样子哦。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他是新店人嘛。其实跟贵宾报告，他在新店的时候，他只是一个非常就是人家的佃农，然后去做卖人家米店的一个那个没有，就这里应该没有。然后可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哦，其实有一个说法是他在罗东赚来的。那个时候呢，日本撤退之后，像罗东林园区很多成木石，它不是只有那一块成木石，很多地方都有成木石。他们兄弟有认真到什么程度？据说，但那时候木头这样吊起来要拍卖的时候，人家还开，哎，那这得是乌心石啊，这块是什么？还在猜他是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立刻说啊，我们老不要收，我们就把它买起来。原因是什么？据说他的前几天，他们兄弟俩就会穿着青蛙装下去看那是什么木头，他就跟他做记号，吊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说，他就喊拍卖。
所以他们兄弟的认真哦，那个是没有谁可以取代的。所以在过去那个年代，他的人生的第一桶金，也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在罗东那个地方拿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还住啊，当然就是他也后来受到李宝珠很大的影响，然后他的整个人的发展。哦，你刚行到这啦？行到这？哦，你行一届去啊？这是牧场的声音。牧舍的牧。哦。不是树木的木啊。哦。好，那个来吹一下山风，来吹一下山风。各位可以当面对树林，面对树林，感受凉风的感觉。嗯，对啊。这个风一阵阵吹过来。下树嘛。好，好，谈笑的声音，谈。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对树林，然后感受凉风的感觉。拉过去就不再去走那个大路，要不然的话我们赶不上11:30吃饭。因为如果我们赶不上11:30。那我们今天下面是12:30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准时上，就等一下我们从这边拉过去就好了啊。OK 哈，好，那我们这边走喽，好。
子跟竹子这个这个可以吃啊。这个上面这是这个叫做西子蕨。嗯，哎，稀少的稀，小孩的那个孩子的子，西子蕨。西子蕨。西子蕨。它是野外求生的一个东西哈，还不深啊。那你再加面啊，就对了。你要考过先决，你要。哎呀，拜拜！舅舅要去上班了。嗯，结果他就立起来了，如如火。对了，就眼泪含眶哎。我说是全是这样子。我说，我看傻了，我说，嗯，三千元。这是什么？啊，这个生病的。没有病啊，这次还有多少公里？快到了，三百公里了，生病。来，完成了，完成了，绕一圈。绕一圈了。绕一圈了，绕一圈了，哎，耶！
啊，那个这种明年那个交接叫做南部主办，一定会很成功。来，谢谢大家。再一次，再一次，双标姐，来再一次，啊，搁一个啊。我来做，来来，好来，记好啊，明年我参加哦。是来交伙伴啦，哈哈哈哈哈！你好，你好，哦，并且大海。